Hello YouTube， 大家好，我是金盛，欢迎继续来关注《勇者斗恶龙：创世小玩家二》。这个是旧家第一间，然后这一个哦，是临时做出来的一个临时的家吧，简简单单呐、啊。不过我用这个，大树的树皮哦，它会长出这个哎。嘿嘿，这样也不错、哦、而且外面也会长，你看，这边会长吗？还没长，应该还没长，会长出这一个果实啊，橡果，不错、啊、这边哎，这边两颗，这边还有三颗 ，OK 了。OK 了，那我们来继续这个开拓工程了。嗯，大家都在这儿来。嗯，这有什么材料？哦，这有橡果，还有哦，有要做什么在这里做 ？OK， 这个是制作台吧，哦，可以做更多东西的嘞。一颗制作在哦，学到的配方，这只要把至今收集到的哦，更进阶的嘞，看看配方渐渐变多了，空荡岛工这种类别哦，这个是哦，叶谱可以做出来，只要草丝就可以。嗯，啊，这个工作台啊，这个也是可以做啊，不错。一这颗后背，好，给它放一起。啊，这一个 ，OK。然后这个各种方块，这个还锁住的哦，用爱心来换可以啊，其中要有材料啊，各式各样的方块，还有建筑，嗯，神梯都有啊、哦、这个来门呢，还有木质拉门，哎，还有更多的门呢、啊、现在没有盒子，嘿，哇，这个龙头，这个感觉、啊，然后哦，不错啊，往后的建筑可以做得更美了，没错哦，不错，看看这个装饰。哦，水车都有，这个装饰的，来这个生活家具，柜子可收纳物品，哦，这个灯又多了几样出来了，灯笼也有，好啊，照明。嗯，这个一般呢，艺术画哦，很多啊，
气啊，证明的衣服，那这是普通的咯，那这是给这里的证明穿的吗？有吧，防卫历史，防卫历史农民证明哦 OK。没有显示这个什么盒子 OK OK， 这个是这些全部在这里 OK。 接着录了，在玩水吗 ？OK， 来，要变更大的意思吗？到哪里哟？到那边去哟。OK， 五。好，来交任务。办了，达成。去哪里去？还要再继续倒水吧？应该是要继续倒水的。好。这个阿秋有什么任务啊？哦，要做绿地的吗？这里哦，好，哦，变绿地了。哦，还有。这里吗？好，那边少一块的，好，来，要打造大约10个方块的草原哦。
应该是这里附近吧。OK， 十个，暂时这样吧。打造草原已经五个进度了，接下来这个应该是河川的了，继续。给倒水。倒水啊。这边啊。哎呀，抢水啊。那应该有办法解决，来。好。然后。可以打掉吗？是重点啊，能不能打掉啊？来，我看看啊。OK， 打了。OK， 打掉就好了，反正没有要下来走路嘛。好，我擦干净的水，先取水，然后再倒水。喂，干嘛？有什么任务啊？清掉啦！啊！哎哎！超级饿了，对他们没有吃东西耶，这里没有物质，那怎样准备食物给他们呢？就速战速决啦，来，哎。按错，按错。还要更长哦。看他们时常在这里哦，我想做点东西啊。吃别的就好啦，剩下我手头上比较多的食物应该是螃蟹肉了。好，
嘿，这样子他们有的吃了，然后就不用担心了。我有怪是比较烦恼的地方，来。没有理由。好，来看一下有什么任务。看来他们大多数待在这里耶，难道我在下面盖房子是错的？他们都不会去睡觉啊？好吧，那来交谈一下吧。可以用爱心来换，有170，够吗？这个是我们去的岛去过了，这300不够，这个50可以。哦，小岛，试试岛。接过去啊。素材岛。冒险开始。哦，OK，好。这个不可以，这个。这个确认。给一个了，哇，好多啊！清单，书，还有什么？还有吗？那应该是去对面了。我选生啊！差一点都失败了。来，慢慢。哎，OK， 好，走，好，差不多入夜也找到，最后一个了，受损的作物，好，可以回去。
哎，喂，狗狗去哪里啊？来。矿物哦，达成。哎，看到信，有信吗？没有啊，没有啊，好吧，会直接来吗？水道完成了。那些鸡呢？会安全吗？看来是错不了。我很好奇那些鸡要怎样过来。诶，我看到那些鸡的，诶，一只两只还有两只，还有两只，对对，安全了，安全了。好，那么基本上这一集影片也到此为止了。这一条河川需要还有50%呢。一半了，草原也是剩下一半就可以完成咯。然后接下来就是森林。那么若是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给一个喜欢哦。我们下一个影片见，拜拜。